万物馨香奔空寂。只因众生须忘记，六趣轮回苦难离。佛陀宣说第一，众菩萨应修习，诸众菩萨，我们打众生与菩萨的动作，不论是众生还是菩萨，都应该在这菩萨道上精进修行。所以应修习的部分，我们打修行的手势，双手从胸口这边往前做修行的动作两次。我们此际人透过访视，更能了解人生是苦，进而见苦知福，不断地深入众生群中，无论是个案家庭或是社会人群，都有不同的烦恼，而这些烦恼带给我们不同的修习议题。整句我们再来一次：诸众菩萨应修习。